人的存在，一个企业的存在，或者非盈利事业的存在，它是要对社会有意义的，有贡献的。所以谈王道精神，就是在谈领导人如何创造价值，利益平衡，才能够永续经营。创造价值一定占要利他，利他之后自然有机会可以赚钱，你不利他，企业不可能赚钱的。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思维 benefit corporation， 多多少少就是希望提醒大家出发点以利他为目的，赚钱是不得不的，它是一个手段，你一定要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正面的循环，才能够让利他可以生生不息，台北更好。那如果大家都有一起来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做出利台北的这些努力的话呢，当然台北一定会更好，因为台北好，我自然就好了。欢迎大家参加 Best for 台北2017对台北最好的挑战赛，大家一起来。